不小心和你产生交集，在海时光编剧编了好多剧情，心里的天平慢慢偏移，从看不惯你到变清晰，想在你世界里刻下我的印记，要用多少力气爱才能被允许，我们的手分开的间隙要多久才能变亲密，你看见灭的流星来自最遥远基地，找寻了几个世纪却如此坚定不移，以星星的命运下了决心，你是最美的秘密，变成身边的流星，守护你所有真心，不怕路途的远近，我会降落你心底，曾经有你一起交换回忆，变成不变的约定。嫁给我吧，从我见到你的第一次开始，我就爱上了你。哇！哎呦喂！嫁给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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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要这样浪漫的求婚。这浪漫什么呀？多俗气！哎，不行的，不行的。抱歉，我不能接受。你看，你看，我就说的装吧，她再怎么大美女，年龄也这么大了，真是的。就你，当你还十七八呢？怎么，你嫌我年龄大？不是不是不是，你什么意思啊？啊？我怎么了？你是在做好事不留名，还是当慈善募捐呢？哦，我去了医院，知道了情况，所以我……所以你是在可怜我吗？你认为我夏雨行就是一个靠女人养的小混混是吗？夏雨行，你不要误会，无论出于我是你的老板还是你的朋友，我都……对不起，我高攀不上你这样的朋友。夏雨行，你说话不要太过分了。是昨天晚上的事情，我确实是很抱歉，可是一码归一码，到底是你父亲的病更要紧，还是你作为男人的自尊更要紧啊？我可以找别人借钱，但是唯独你不行，因为你是我夏雨行的。算了，夏雨行，我不管你是怎么想的，我只是真的希望你能够明白我做这件事情的初衷，还有不要把这件事情想那么复杂。那你让我怎么想？当什么都没发生，还是假装看不见呢？你哪怕你不把我当做你的朋友，你就不可以把这个看作是老板对员工的帮助，这总可以了吧？是，我不多想，我就当是老板对员工的体恤吧。不过你放心，我会尽快还给你的。夏雨欣，你好啊，随你便了。谢谢你，老板。夏雨行，你个疯子，你神经病！看来我问你，你拒绝我是因为他吗？一个无耻的小混混，一个只会靠女人的小混混。他对吗？你就像当初爱我一样爱他，对吗？怎么样？你只是自作多情。夏雨行，你看看你这样子，你不配，你知道吗？
陆真真，你下次进来的时候能不能先敲个门啊？你这大门不是随时为我敞开的吗？好了好了，你有什么事赶紧说吧。你必须得给周尚换一个房间，他凭什么住到我隔壁啊？换房间我开始没有这个必要了吧。你们两个人之间呢，你已经占了上风了，还要换房间，人家都没说什么呢，怎么又开始折腾了？我就是气不过嘛。就他那个级别，现在拿的片酬都跟我一样了，还好意思住到我隔壁。片酬的事情呢，我是管不着，至于房间，人家又没有做错什么，我是不会为你的任性买单的，这个房间我不会帮你换的。我不管，反正我就找你，你得帮我解决。我的大小姐，我怎么帮你解决啊？你又不是不知道，周尚那个人也是出了名的脾气怪，我可是不愿意招惹他的。还有啊，他的粉丝也是出了名的魔性，要是让他们知道我为了你让他们的爱豆换房间，还不得在网上给我掀个天翻地覆的。我们现在这样的声誉是最重要的，我们已经经不起折腾了，所以你得想办法呀，总会有两全其美的好办法。没有办法，要不然你搬走，我可以给你找两三间都没问题。凭什么我搬走啊？要搬走也是他搬走。不搬啊？好，要么呢你搬走，要么你就给我乖乖忍着。马可爱，你不对劲儿啊。嗯，这平时我胡搅蛮缠的时候咱俩都得来几回合，你今天怎么这么沉得住气啊？有什么情况跟我说说。我呢就不劳你操心了，你呀还是把你自己的事情管好吧。我才不是关心你呢，我只是关心八卦。好啊，那你就在这里好好的八卦一下吧。走了。哎，可爱，可爱，你最近啊这个一表人才领带打得好啊。谢谢，很棒啊。杨丽。哎，马总，什么事？夏雨行人呢？啊，这马总，夏哥是不是和您闹别扭？现在是我问你，不是你问我。啊，夏哥说他这两天请假了，不过来，而且还说这两天不回家住了。他不回家住了？对，说是想静一静。什么？陆真真排挤周尚的十大证据？啊！这记者拍谁不拍谁，也是我的错。这些人简直泼驴。雨欣，可爱，你怎么会在这里啊？我来追讨我的员工啊。我不是已经请过假了吗？对不起，我是来跟你道歉的。我不应该没经过你同意就擅自去。是我应该先跟你道歉。也许韩云冰说的对吧，我就是一个无能的人，连我自己父亲都照顾不好。夏雨欣，你有完没完？你能不能不要每次张口闭口就是韩云冰韩云冰，为什么要那么在意他呢？我有什么资格在意？你不喜欢我是事实，也是我自己硬要强留在酒店。
你听好了，不是你夏雨欣要强留在酒店，是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留下来。你需要我？对，我需要你。你不是一直很好奇我到底得了什么病吗？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我在泰国的时候出了一场车祸。车祸？我知道，我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受过什么伤，但是那以后我身体就发生很奇怪的变化，一旦我跟任何人有肢体接触，我就会头疼难忍，而且还可以看到他们一些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可直到我遇到了你，从我跟你在飞机上遇到的那一刻，一直到你来 JR 假冒酒店体验师，我发现不论我怎么跟你接触，我都不会头疼，也看不到你的未来。而且我头疼难忍的时候，只要抱住你就可以得到缓解，所以不是你想的那样，是我需要你，是我自私的要把你留在我身边。那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因为我不想再看到你这么痛苦了，我也不想再这样把你强留在我身边。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今天是来跟你道别的。你知道，我妈妈离开了以后，我就只剩下一个人了。我一直跟自己说，要坚强，不要去依赖任何一个人。可直到我遇到了韩元斌，他让我重新相信生活，可他突然也消失在了我的生活里，结果你又出现了，再一次打破了我对自己的规定。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我今天就是想过来跟你好好的道个别。如果今天不告诉你的话，因为我怕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夏雨欣，好好照顾自己。在第一次遇见你，我还装得很聪明，虽然心灵有些感应，也放弃。忽然我变得担心，留下匆忙的脚印。对不起，我实在是控制不了自己，是我太冲动了，对不起。既然你说我可以缓解你的头疼，那么在你痊愈之前，我是不会离开你的。这样对你不公平。你不是我，你不会明白的。现在明星助理的待遇都这么好了，还豪车接送，啊，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这马可爱跟夏雨行怎么一起不接电话呀？要消失怎么一起消失了？这关键时刻，这也太不靠谱了吧！啊，陆真真啊，陆真真，这回你可是真的在了。可是好奇怪啊，为什么会扯上马可爱跟 JR 呢？不对不对，一定有问题。难道真的如周上所说的，陷害我的人不是他，而是另有其人，有别的目的？不可能不可能，周上跟我不共戴天，怎么可能不是他呢？马总，你看那个人是郭玉吧？哎，好像还真是他。我告诉你，你注意一下他旁边那个女人，这俩人绝对有问题。有什么问题那也是人家的私事儿，不归咱们管啊。私事儿？我尊敬的马总，如果我跟你说这就是郭宇所说的第三方公司，你觉得还是私事吗？什么意思？要么是巧合，这个女的刚好就在这栋楼工作，要么这个女的本身就是第三方公司的人，这也就说明郭宇他和第三方公司还是有联系的，又或者说还有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那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的话，就只能再麻烦你去查查了。这么说，你是同意我留在酒店了，并且原谅我刚才的行为？那就要看你表现了。严总能跟 JR 签合同，的确是意料之外。我没想到，司机，事处理好了吧？啊，车祸解决了没有？已经解决了，绝对没问题。车祸也只能按照交通意外事故来处理。别大意啊！我现在不管交给你什么事情，我怎么总是不放心呢？您放心，就算郭宇再不济，还有琳达，出不了问题。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对我们更有利。陆真真的代言感觉要黄了，现在网上都在叫他滚出娱乐圈了。我也看见了，那你该利用的就可以利用了，啊？严总签的那个合同啊，就是鸡肋，起不了多大作用。明白。这么说，你原谅我了？那我还能怎么办？打死你吗？你们俩干什么去了？怎么都不接我电话啊？你们俩不会是去约会了吧？没有。我手机没电了。这么默契啊！我不相信，手机给我拿来看看。看什么手机？看什么手机？这里人这么多，不怕偷拍你啊？哎呀，我已经丢人丢大了，怕什么呀？嗯？怎么回事？什么又丢人了？反正就是我，人生从此有了污点了。行了，你长话短说，到底怎么了？你们真没上网啊？反正就是网上的各种扒皮帖呀、键盘侠呀，都大规模的冲我而来了。你们看看吧，就有一种不把我逼退娱乐圈就不罢休的趋势。哎，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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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陆大小姐滚出娱乐圈呢？嘿，你还挺高兴的，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还不止这些呢。除了周上，肯定还有其他人想针对我。还有人？嗯，
哎，陆真真，我就说说你平常那个嚣张的样子吧，你怎么树敌那么多啊你？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好好看看啊！现在呢，已经把这个矛头呢指向 JR 了，说我呢跟你在 JR 已经串通好了，一起欺负周上。哎，你说说啊，这周上从头到脚哪一点像被欺负的人设？怎么想的？还有啊啊，就像这种全网黑，一定是有预谋的。虽然周上吧，他确实有点狠毒，但这种全网黑，不像是他能干出来的，肯定还有其他人想针对。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不是针对你的。这还不针对我呀？陆真真，你先不要被周上气昏了头脑。你想想看啊，你现在除了是个大明星以外，你还有什么身份？你是我们 JR 酒店的代言人，一旦你出了什么事情呢，就一定会殃及到我们酒店。这个事情很明显的呀，就是故意要借你跟周上的行为扩大化这件事情，实际上针对的是我跟 JR。哎，马可爱，你是不是有被迫害妄想症啊？什么被迫害妄想症啊？这样，你先去找你的经纪人，想办法摆平这件事情。我们 JR 一定会全力配合。不过我要提醒你一点，这件事情还需要周上的配合才行。周上？嗯。哎，他能帮忙就出轨了。这个时候就是要看看你陆大小姐到底有多大的魅力喽。哎，你没搞错吧，马可爱？我可是你最好的朋友。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家好。嗯，我知道啊，我没搞错。我怎么可能去找他呢？要是实在不行的话，我觉得我们 JR 就只能换代言人了，对吧？毕竟出了这么大的事。哎，你说说看，我觉得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有固定粉丝、有恋爱粉、形象又比较正面、惹人疼的。哎，我觉得周深好像还可以。嗯，你觉得呢？反正这事儿不能这么办啊！我跟你说。加油！哎，哎，哎，我说你呀、啊，还是赶紧搞定自己吧，加油！嘿，哎，你们俩什么意思啊？快，这段时间酒店的销售部门有点乱，酒店的入住率下降了，我觉得有必要给这个销售部门开个会，稳一下人心。嗯。销售和市场息息相关，这个会议你来安排吧。啊，嗯，还有宋总最近跟我们谈了个大客户，是海外的旅行社，后天的时候我约着他们去谈一下。嗯，这个你们市场部自己负责，我只要结果。然后，可爱，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你说什么？昨天我找你，可是一直没有见到你，直到晚上的时候，我看到你和夏雨行。韩元斌，我们现在在讨论工作，何况我的个人私事也没有必要向你交代吧？是，我知道那天晚上我的确是冲动了。好了好了，你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先出去吧，我真的有点累了。可爱，你是因为我打夏雨行的事情而生气吗？过去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了。你现在负责公关部，还要协助赵总负责市场部的内容。餐饮部的事情你就不要再过问了，我会找人负责的。你说的负责人是夏雨行吗？马总，我们又查到了。好了，你先出去吧，我们还有事要谈。好吧。马总，杨丽查到了，郭宇的那个女人叫琳达，确实是兴业公司的负责人，而且和郭宇是情侣关系。但是这两个人的关系非常非常可疑。简单来说，琳达可能只是郭宇的地下女友。地下女友？嗯。你们有证据吗？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根据我们的调查，郭宇永远在所有人下班的时候才去找琳达，而且带她约会的地方永远是离市区很远。
也从未让琳达出现在他的朋友圈。那郭宇为什么要隐瞒两个人的关系呢？一是害怕被酒店发现，二郭宇可能还有其他女友。你这个逻辑是不是有点太想当然了？哎呦，马总，哦，没有比男人更了解男人了。有这么漂亮的正牌女友，谁还不天天炫耀？可是如果他们两个真的只是谈恋爱，但是又想查他们背后有问题，还是会有些麻烦吧？一定会有破绽的，你放心，我们两个一定会给你一个惊喜。要想找到破绽，必须先打乱对方的阵脚。对，陆真真的事情也已经有线索了。这样，这件事情你先去查，郭宇那边的话先不要打草惊蛇，陆真真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你就先顺着这条线赶紧去办吧。真真姐，你找我？上个月你说要涨工资，我给你涨了1000块钱，够花吗？够，够。那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呀？没有啊，怎么突然这么问？钱也够花，家里也没出什么事儿。那你为什么吃里扒外？我没有，我还说没有。杨夏哥，这个助理问题果然很大，这名牌的级别都赶上陆真真本人了。还有跳槽合同。我真没想到会是你啊！这么多年我待你不薄吧？你提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你说涨工资，我没有一次说不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陆真真，你说为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给我那些所谓的小恩小惠，是因为那些东西都是你不喜欢的，你不要的。你给我，是因为你从来都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陆真真不要的东西，那也都是好东西。况且那些东西，我从来都没有用过呀。我给你那是因为我跟你亲，不领情都罢了，怎么能反咬我一口呢？陆真真，你这个人有多难伺候，你是不是自己不知道啊？你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习惯全部都要让我记得，你熬夜看剧本也不让我睡觉，给我涨工资每次都要我提了才给我涨。哎，你身为我的助理啊，你了解我的生活习惯，这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吗？我熬夜看剧本让你陪着我，那是因为有的时候我需要你帮我搭一下词。我向来起得就晚啊，就算我起早了，我休息的时候我都让你自由去活动，你可以补觉啊。好，工资，真对不起啊，我还真就不了解行情。那你每次说要加工资的时候，我二话都不说全都给你加了呀，我怎么就养了你这样个白眼狼？你怎么会有这些照片？你被人家收买，我就不能收买别人吗？我行了，我告诉你，你被解雇了。陆真真，你要是再敢做出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告你！滚！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嘘，你先别忙着生气。我上次让你去找周尚，你找了没有？我。没有，陆真真，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的。你自己看看，你的事情对我们酒店造成了多大的影响。你看看这个预定的时间跟退房的时间，这完全属于恶意退订，也就是说故意锁房，让我们酒店的入住率下降。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自己看看。锁房计划抽奖转发，这是什么新玩法啊？现在你的粉丝和周尚的粉丝在网上骂成一团，而且我怀疑有水军在带节奏，这不仅影响了酒店危机，最重要的是酒店入住率下降。不止这些，现在呢，这些人恶意入住了以后，拍摄了酒店的照片，还发布了一系列说什么酒店服务差、卫生差的长微博扒皮。现在好了，你们女星之间的内部矛盾直接被这些莫名其妙的水军将风向引导到了我们的酒店，这也太过分了。所以你还不快去找周尚？我刚才已经和夏雨晴商量过了，虽然现在已经把你的助理揪出来了，但是这些键盘侠肯定会选择性的无视，所以呢，就算你把助理挂出来，他们也会说这就像是临时工一样的替罪羊。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没有，我和马总都认为，要想解决这件事情，必须先从周尚入手，才能解决酒店危机公关，而且，也是最有利于你挽回自己形象的危机公关。必须要去吗？必须。肯定要去吗？肯定，要不然的话我……哎，好了好了，别说了，我去。是这样的，马总。这次陆真真和周尚事件对酒店的影响非常大，恶意退订对酒店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我们必须尽快拿出针对性的决策来。是啊，马总，现在公关部的压力也很大，韩元斌今天之所以没有来参加会议，就是临时去联系各大媒体消除影响，现在我们的股东也都人心惶惶，也都在议论这件事情，都需要韩总去安抚。马总，最近新闻报道对 JR 非常不利，很多员工都人心浮动，我们只能尽量的去稳住大家。辛苦各位了，你们刚刚说的问题我都已经了解过了，现在呢，我跟周尚还有陆真真都已经达成了一致，这次对于我们 JR 酒店的影响我们会一起来解决。马总，您确定吗？他们两个人水火不容，这酒店大家都知道，别到时候弄出了更大的乱子，就更加没法收场了。别着急嘛，本来也没有什么大事啊，既然马总已经表态，那就让他去办。只是马总啊，此事关系重大啊，危机公关的力度恐怕要加大。宋总说得很对，不过大家不用担心，这件事情关乎重大，所以不管之前陆真真跟周尚有再多的个人恩怨，这一次也必须要放下。这件事情我个人会全权负责。全权负责？您的意思是？陆真真现在不仅是我们的代言人，她同样也是我的好朋友，所以一旦这件事情出了什么问题，责任我一个人来承担。快点儿！哎，我跟你说，这不仅关乎着这样，还关乎着马总。你要还当马总是你的闺蜜，你就赶紧给我按门铃。哎，我知道，知道了。哎，夏雨晴，陈淑熙，我走了。
点儿。当然了，虽然有点难以置信，但是我既然说出来了，我就能……我说不用了，就算今天你什么都不说，我也不需要你弥补什么。那你要什么呀？哼，我为什么一定要什么？你一定要给？那不然以身相许？这我喜欢。别，有然后，然后，能不能请你帮个忙？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清啊？能不能请你帮个忙呀？哼，我就说你陆真真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说吧，你有什么事？因为我这件事情影响到我好姐妹了，就是这个 GR 也被扯进来了。我跟你说啊，肯定有人想陷害 GR 才利用了你。激将法对我没用，我说你能不能说重点啊？重点就是你跟我握手言和，打败这个谣言。给我一个帮你的理由。理由？嗯。哎，算了，我就知道找你没有用，自讨苦吃。哼。哎，陆真真。那个，我生日那天想在 JR 办一个粉丝答谢会，嘉宾嘛，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你请我当嘉宾？我只是惊讶好奇，你居然也会求人。就是因为惊讶和好奇？不然呢？就这么简单吗？不需要我做别的什么？
哎，你说现在这些演员啊，就是不用功啊。啊，你这还亲自上门指导啊？啊，我这不一向很平易近人吗？等一下，你怎么也躲着我？躲着你？你刚才还用了一个“也”字。哦。在可爱那边又碰钉子了吧？我真不明白了，我们之间怎么变成这样子了？他现在甚至非常的讨厌见到我。那也不至于，就是你跟夏雨行相比呢，你比较无聊，没那么可爱。又是夏雨行，他算什么呀？他不算什么，但他跟可爱在一起的时候，可爱就是开心啊。昨天我还看见他们俩在一起有说有笑的，虽然我挺生气。你知道吗？他们两个人还合起伙来，一个鼻孔出气，欺负我。昨天晚上，果然，昨天晚上他们果然在一起。是啊，给他们俩打电话，谁都不接电话。袁斌，你要是对可爱还有意思的话，你就加把劲儿。然后呢，夏雨欣就是我的了。嗯，拜。夏雨欣。之间永远留下空格。